巴伊卡·凯利迪别克，人民卫士。30多年间，他在生命禁区为巡逻队指向带路，是巡逻队眼中的活地图。贡献。坚持技能报国，带领团队开展科技攻关，屡次刷新集装箱装卸世界纪录，创造了阵超效率。争与规律，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，为我国经济理论研究做出重大贡献。他的研究成果奠定了该学科的理论基础和结构范式，培养做出重大贡献。男双、混双冠军，带领中国乒乓球女队共取得10届世乒赛女团冠军，为我国体育事业做出重大贡献。推动者和践行者，为高温超导研究在中国扎根并跻身国际前列做出重大贡献，在国际超导界享有盛誉。到祖国最艰苦、最需要的地方去的理想信念，坚守为贫困地区人民服务的承诺，巾帼典范。和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献花。